刺破了，冷漠破了我。相信周深的 live 时光音乐会，周深首唱人世，可以说比录音室版更震撼，全程硬核输出，极致的穿透力，撕裂高音大招频出，宛如看完一场电影。表示第一次听他唱这种风格的歌，感觉周深唱摇滚也能很好听，但其实像这种曲风的歌曲周深可不止这一首。好的世界是电影《不速来客》的主题曲，高低音加摇滚，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现场有多燃。还有周深蹦迪这段，在演唱《不群》的现场也是这样的，蹦蹦跳跳的。这首歌是《恋恋故人难》第五首《水仙之歌》，有种热血动漫的感觉，很燃很炸，高中低音都有，全程古典很带感。自己按门铃自己听，是高晓松作词作曲，一首很魔性的歌，越听越上头。周深的演唱和表演都很绝。这首歌听着有点诡异，但真的是很好听。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，就是从头皮一直蔓延到尾椎骨的鸡皮疙瘩，并往背后一层汗。
还有周深翻唱的 Just Like Fire， 又燃又炸，清亮的少年气场2.8米，台风大气稳重，整个舞台表演过程激情似火，独特的声音感染力通过舞台渲染，呈现了一场无比经典的表演。是英文 rap 还是自如的节奏，都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这个舞台非常震撼，在周深演唱的英文歌里，让人获得双重的视听享受。不得不说，周深是真的牛，欧美歌、二次元、红歌、戏曲、rap 就没有他不会的。周深尽管才30岁，却展示出来自己优秀的才艺，而且凭借自己出色的实力赢得了网友的高度认可，并且自己出色的唱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被很多网友和粉丝传开了，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。周深一直在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对待每一个人，没有因为咖位而区别对待，这也让大家记住了他的好。这样一个有实力、有能力、还谦逊有礼的男孩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太大了吧，这个在我手上写的大吗？这个大到离谱了吧。